虽然单位经过严谨的程序，做出公平公正的惩处决议，让整个事件圆满落幕，但不论是陈婷婷或是赖显斌的妻子，却已经在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。在团体生活中，性别分际的确要多注意，发乎情，止乎礼，不得有逾矩行为，才不会造成误解。各位同仁，如遇个人权益受损相关问题，也欢迎逐级申请权益保障。相信全保会的同仁都会竭诚为大家服务。好的，先下课休息一下，除了学习几句英文，听听几首好歌，也看看有没有留给自己的心情留言。山。